节快到了，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结合台南身心障碍机构一同贩售爱心礼盒，希望各单位机关一起来团购。代用就比如说你订了一份凤梨酥，那因为我们现在都丰衣足食，可能有的觉得说啊，我们到那个凤梨酥就很多了，然后我就把这一份，我们协会呢会把你这一份爱心，然后我们再送给街友或者是比较弱势的家庭，让他们享用。这次活动一共有9家身心障碍团体参加，不论是凤梨酥、蛋黄酥等吃的礼盒，还有手工艺品，民众购买这些身障朋友所做的产品，除了可以吃到或用到好手艺，更能在中秋节一同来做爱心。会进到各工业区去，把我们今天参加的这个各个单位的这个产品呢，都印在上面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应该来讲会比较方便。现场还有小朋友的舞蹈表演，展现出他们活力的一面。同时，这次的中秋爱心礼盒活动也间接让身心障碍者工作技能受到肯定。记者郑文珍台南报道。